我们这个活动人也一样，你们得。他不是说包装，他是要卖。不一样，他农民房在你那边，他下面的房子你那边还是同样的房子噻。他剩的他那儿就在他一头噻，他就不能拆了。那拆不拆噻？要等到家里还没入口卖了哈。路还远，我们走。还有路，还有路，还有得到的路。那我得。你拿不拿通知书的？拿个的哦，考得怎么样嘛？考得怎么样嘛？一般啦。啊，我还是要努力学学，要看书哈。哦，妈妈买不到票哇、啊，起码要过几天才回来啊。妈妈买票买到了，给你打电话喊你娃弟那个子车上来接嘛，要不得。李贤。哎呦嘞！李贤，好吗？过去看看，因为今天跟明天这两天的票儿都已经售完了。为了不耽误您的时间，你可以去其他的代售点，看看还有没有票。没没有，没有啊？没得呀。那没办法，得问下噻。没，还啷个做啊？你还买了恁个久，买了买一个星期的车票都买不到。他希望浪浪每次打电话都要喊快点回来，快点回来。他的票那不都马上都要过验的，还有几天嘛？那今天是，明天都十号了，哎妈，过六天。那车上还要坐满两天。你再说按了，那么今天回去过验，那天都弄不到。现在卖这个更不好卖。买不到，买不到，啷子买不到，买不到，买不到卖高价耶。是不好卖呀，不过到处都很不卖，不好卖是。经常不在家嘛，见到自己的娃儿肯定很高兴噻。对呀，不一起的嘛，住在一起的嘛，就没得话说了。